那我们上礼拜呢开始讲资本市场的一个概况哦。那资本市场的概况刚好介于我们在讲投资决策哦，在讲估计资金成本，一直到我们进到下一个主题资本结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章节。那我们上礼拜主要花了一些时间讲了债券，讲了特别股，讲了普通股，它在一些资本市场上面的一些概况。那我们讲到普通股的投资的时候，我们特意把一个非常专业的、非常小众的一个投资人所谓的私募资金把它提出来讲。那私募资金事实上在很多的时候是针对股权来投资，但是会有些时候私募资金也会做一些可能其他的那个投资机构所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一些比较繁琐或是技术层次比较高的一些交易包含我们可能在下一章在讲资本结构，我们这个学期有多的一个财务危机的处理。那财务危机的处理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讲有一些类似像是 junk bond 垃圾债券。那垃圾债券呢，由于它的那个技术程度比较高一点，而且它的复杂程度也比较高，所以通常在我们一般的资本市场上面来讲的话，那我们的主管机构可能不希望一般的民众或是一般类似像是退休金的机构去购买那些垃圾债券。那由谁来进行这个垃圾债券的交易呢？那当然就是由私募资金。那我们这边针对股权的部分，把私募资金所常做的两大类的一个投资跟各位简单的报告一下。那私募资金呢，大致上来讲它是一个大类 OK， 但是在这个大类里面呢，我们通常来讲还会再分出来一个叫做创投资金叫 Venture Capital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原先的这个大类，就是所谓的一个私募资金。那私募资金它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叫 Buy Out。 Buy Out 的话就是把整家公司买下来。怎么把整家公司买下来呢？他们要买下来公司可能规模都还蛮大的。那我记得我们上礼拜在讲 junk bond 的时候，我们有提到1980年代那个 KKR 那个私募基金，那他们把美国最大的食品公司 Nabisco 把它给吃下来了。那当然他自己拥有的钱可能没有那么多，可以把一整家大家的公司吃下来，所以吃下来就是把他所有流通在外的股票把它买下来，而且呢他当初所提供的价格会比市面上的价格多出20%到30%，所以他需要非常多的资金所以他可能要大量举债那这就是当初我们想为什么junk bond会开始流行，就是从那边开始。那这边的私募资金呢，不需要去发行junk bond，他可以跟银行借钱 OK。因为从1980年代一直到现在2000多年，那理论上来讲市场上开始对私募资金也比较有了解，而且有些私募资金的规模开始也大了，而且他们历来的投资的成效非常好，所以呢一般的银行大概也敢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提供给他们必要的一个资金那所以他们通常惯做的一个形式是说，他们锁定了一家公司以后，然后他们就很可能会去提出一个买断的计划也就是说，比如说有一家公司他现在股票流通在外是20块钱，然后我们假设他有100亿股为100亿股太多了，10亿股，那所以20块钱乘上10亿股的话应该是200亿。那可是呢这个私募资金可能经过他们的精算以后，他会觉得就是说他可以用250亿
去跟这家公司的一些大股东去谈定条件。那谈定条件当然就为什么要跟大股东讲呢？因为理论上要去做这个买断的工作，在一般公司的章程里面要绝大多数的股权、哦、可能超过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股权同意，他才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易。所以他要找到足够多的大股东，然后认为他们可以接受这样的条件，然后他们提出这样的 offer、哦、那所以呢，如果说进行的很顺利的话，他们就把所有的流通在外的股票全部都收回来，那这家公司就变成一个私人的公司。所以他们在选择这种目标、哦、锁定的那个目标的时候，他通常会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因为在整个私募买断的过程当中，他一定要跟银行借很多的钱，那银行一定会要求他还本息，所以他要锁定的这个目标一定要具有非常稳定而且非常充沛的现金流量、哦、因为到头来这家公司就变成私募资金所掌控，那所以所有的偿债一定就是由我锁定的这家公司来负责偿债，所以呢它一定要有产生非常大量的现金流量，可以、而且非常稳定的现金流量，然后才能够去偿还这个本息。所以、过去几个、著名台湾的私募资金所买断的、一个例子，可能在有线电视，然后他们曾经也锁定日月光、哦、专门做那个半导体封装测试。那日月光是一个经营非常好的公司，所以它应该有稳定的现金流量。然后也有一些私募基金，当然也不见得要买断，可是它会大量的参股、哦、比如说、比较著名的就是有新桥的私募基金，那它参股台新金控、哦、将近 20% 的股份。那那个他们也会派足够多的董监事，然后在台新金的一个董事会里面进行监督啊。那所以这些例子就是比较接近是买断的例子啊。那当然他们会有一种蛮典型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当这家公司买断了以后，那完全掌控在私募资金的手上，那他们通常会有一个帮这个原先的这家公司去进行加持的一个改造、哦、也就是说他们通常会去把这整家公司买断，非常有可能是他们已经知道说我如何去引进最好的管理团队，或如何去做一些、很重要的改造，然后一的是、扩充市场，要不然的话就是改变生产方面的一些重大改变。那可能经过了五年，经过了八年、哦、或十年之后，这家公司经过私募资金彻底的改造，它可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价值上的一个增加、哦、那比如来讲就是说有非常多的那个我们看到香港啊或是那个国际的一些私募资金跑到中国大陆去，那么找非常有潜力的厂商，然后将他们彻底改造之后，那把那个改造以后的公司的股票然后申请上市上柜，然后它的价值很可能就增加好几倍。那所以呢比如来讲私募基金很有可能把所有的股票买断之后，经过几年的改造，那确定它这家公司的价值上升，它可能重新申请、哦、用另外一个名称啊，或是把这家公司带到另外一个资本市场去申请上市上柜，然后把股票再流通出去。那这个一买一卖中间呢，那当然就有个人价值增加好几倍。那这也就是说通常在私募资金如果脱手一家公司的时候，他可能会赚好几亿美金或是好几十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 deal， 然后让那个私募基金的团队的每位成员可能可以分到非常多的一个红利啊。那所以这是买断的交易哈。那另外一种我们也常见的一种投资的方式是叫风险基金，叫 Venture Capital， 我们也有些人把它叫做是创投基金。那创投基金事实上所选定的对象都是比较幼年期的刚成立的一些公司。那私募基金呢，当然在它最需要资金的时候
以普通虎骨拳的方式然后入骨，那或者有些时候他会先用可转换特别骨的方式入骨，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很可能转换为普通骨。那当然对于投资人来讲、对于这个私募基金来讲，他们为了确保他们所投资的钱第一个能够高报酬的成长，那当然也希望保护他们所投资的资金，所以通常来讲呢，他们不仅是把钱投入到这项资金、因为台湾、或甚至世界各地有很多的那个由科技人、所成立的一个公司，那科技人很可能比较知道生产设计跟制造，但是他们对于就是说如何将公司的制度合理化，如何建立非常好的财务报表系统，或甚至如何去做行销，如何去、决定策略，像这些比较属于一般管理的事情，那些科技、出身的一些、创办人可能都不是很懂。所以一旦当创投基金、有带进来够多的资金，让公司可以去进行合理化的管理制度的建立，那所以呢，创投基金的这些私募基金的那个经理人，因为我们有说过，私募基金的经理人通常来讲，他是这个金融市场上面非常经验丰富的一些高阶主管退下来的，所以他们在市场上的知识非常的丰富，人脉也非常的丰富，所以他们有可能就帮这家非常幼年的公司，然后找来很好的管理者。然后也带进来很好的管理制度，然后也会、想办法建立很好的财务报表的系统。那因为这个很重要，如果一家公司它、最终它想要上市上柜的话，那财报制度不好，那很可能是不太可行的。而且对于来讲，因为他们这些投资人都很在乎财报到底 透不透明，那原因就是说因为他们也是大股东，那么到时候也要从财务报表里面去判断这家公司的价值有没有上升啊，他们的股价是不是有上升啊，以此类推的这样的状况。所以呢，他们很可能就带进来制度，那等到这一家公司慢慢上轨道，价值也慢慢显现出来，甚至呢它可以上柜上市的时候，那这些创投基金呢，它不会打算长期拥有这家公司的股票，它一定会选择在一个适当的时机把它的股权一的是卖给现有的创办人大股东，要不然就是拿到资本市场上面去把它、就是去把它、卖掉，当然卖掉它不会形成非常大的卖压让它自己的股价下跌受损，它一定非常有技巧的把这些股权卖掉，或是卖给另外一些投资团队、因为你一下子把你很多的股票卖到市场上来讲，它会让股价大跌哦、所以他会选择一种最对他来讲最有利最安全的方法去退场、那创投基金呢，他有一种特色，就是说他每一家公司他只投资价值成长最高的那一段，然后他马上就换手再去找其他的一个幼年期的公司去做。 OK， 那创投基金当然跟那个买断交易比较不一样，买断交易的话通常是经过精密的计算以后，确定它会赚钱，确定它会加值，然后再去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投资计划。那创投基金来讲的话，它本身之所以叫做风险基金，就是说它的失败率非常高、往往来讲的话，十个案子可能会成功一个案子、如果你成功两个案子，那你一定、会有非常好的报酬率、那所以、我们一方面也把这个所谓的创投基金也把它叫做是风险基金、因为它的风险程度是比较高一点。好，那我们有说过、因为私募基金的那个投资人、原先的金主绝大部分是来自、金融机构的高风险投资部门，或是来自于非常有钱的个人或是家族的资金，所以他们能够承担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所以、我们过去几年、至少我看到的资料是在、2008年以前的大概十几二十年，它私募资金平均的报酬率它将近每年30%、所以这是一个可能大家还不太熟悉的一个
一个投资的一个项目啊。那我们就简单报告这里。